下面一个重点是有关于它是晴朗还是阴雨。高气压的中心是一个下沉气流，因为呢它的风吹出去，所以呢空掉了，上面要补充，所以是下沉气流。下沉气流你晓得越往下温度会越怎样？越往下温度越高还越低？越高。越高就表示怎样？容不容易饱和？不容易饱和。不容易饱和就不会有云，不会云就不会下雨，所以天气会怎样？晴朗。所以下沉气流温度会变高，所以呢它就比较晴朗，它就比较晴朗。 OK， 这叫做高气压。高气压那换过来变低气压，低气压又是怎样？它的空气吹进来，所以这边挤一坨往上冒，所以什么气流？上升气流。那我们前面讲过了，气流在上升，气压会如何？气压会下降。体积会如何？会膨胀。温度会如何？温度会降低，所以会容易饱和，凝结变雨。有云会怎样？下雨。所以上升过程，气压会下降，温度会降低，然后呢就会有个阴雨的天气，就会有个阴雨的天气。所以要记好，高气压会晴朗，低气压会阴雨，这是要记住的事情。好，再来。还有人问了一个问题，这里写甲，这里写乙，这里写丙，这里写丁，谁气压大，谁气压小？我先问甲跟丙，甲跟丙谁气压大？甲跟丙谁气压大？请问你，甲跟丙谁气压大？甲大还是乙大？然后呢？为什么？甲大还是乙大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要先照你们。来，帅哥美女，应该找个女生。为什么抽不到女生啊？是啊，甲跟丙谁的？甲，你说甲，请坐。答案，甲的气压大。为什么甲的气压大？风从气压高吹到气压低，风从气压高吹到气压低，所以甲的气压比丙大。同一个水平面上，风一定从气压高吹到气压低，所以甲的气压比较大。第二个问题，丙跟丁谁的气压大？丙跟丁谁的气压大？丙丁谁的气压大？丙跟丁谁的气压大？有帅哥男吗？要抽男生抽不到，要抽女生抽不到。二七，丙跟丁谁的气压大？丙在上面，丙在上面，丁在下面，气流从丙吹到丁，丙的气压大吗 ？Are you sure? Do you 确定？你确定吗？确定，很好，请坐。你选丙的压，你选丙大是有理由的，因为你觉得空气从丙吹到丁嘛。错，天上一定气压低，地上一定气压高。天上单位面积空气柱的重量一定是底下空气柱多，上面空气柱少啊，所以一定是地面气压大，上面气压小。那怎么还往下？因为底下空掉啦，没有不见跑掉，你们往下扩散慢慢补下来啊，所以下沉气流都是缓慢的，都是稳定的啊，所以不是这样。 OK， 所以呢要记得谁大谁小，水平的比较，风一定从气压高吹到气压低。好，水平的比较，风一定从气压高吹到气压低。垂直的比较一定是天上气压小，地下气压大。气旋，一个低气压，然后呢往上冒，一个上升气流，它叫做气旋。它叫气旋。好，
北半球人多，用右手的人人多，所以大部分拿右手。气血往下看，逆时钟上升气流，所以一气压上升气流，逆时钟气血 ，OK， 气血。然后呢，因为它是上升气流，所以它画了什么东西？它画了云，所以它画了云，所以它画了云，上升气流会有云 ，OK。反气旋，然后画了云，有云会下雨。反气旋倒过来，下沉气流，下沉气流，好，反过来，下沉气流。气旋，反气旋，往下看，顺时钟，顺时钟，下沉气流，低气压，高气压，右手是北半球，那左手呢？南半球，低气压，顺时钟，高气压，逆时钟，看就知道了。气旋，反气旋，低气压，高气压，就会 ，OK。这就是它为什么叫做气旋跟反气旋的原因，这是它为什么叫做气旋跟反气旋的原因。OK， 最后一个是理化老师教过的，啊，这是动画，这叫做低气压，底下是聚在一起，升到天上有云，然后散开，这个名词叫做低空浮合，辐射的辐，合在一起的合，低空浮合。高空辐散，高空辐散，然后呢？反气旋在天上是在天上聚在一起，高空辐合，然后往下沉，低空辐散，低空辐散。好，古时候有人写这个了，现在已经很多人没有，很久没有人写这个高空辐合、低空辐散这种事情了。但是知道一下啊，动画 ，OK。刚刚讲最后是一个理化老师教过的，白天吹海风，晚上吹陆风。地科基本上只考结果，白天吹海风，晚上吹陆风。地科基本上不讲原因，可是理化老师有告诉过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比热，陆地比热比较小，太阳一晒，热空气就会往上升，往上升呢，空气从海上补过来，风从海上来叫做海风。它画了云，为什么会有云？从海上吹过来的风比较潮湿，水汽比较多，然后往上冒就凝结成云，晒得很凶就有旺盛的对流，就会有积状云，就会下雷阵雨，所以海边常常会下午后雷阵雨。OK， 白天吹海风，那晚上呢？不吹陆风，比热大的温度不易上升，不易下降，所以晚上变得海上的温度高上去。空气从陆地补过去，所以叫做陆风。它为什么没有画云？因为晚上看不见，不是？因为陆地吹过去的风比较干燥，如果原来就没有云，干燥的风就更不会有云嘛，没有水汽啊，所以没有画云。所以白天吹海风，晚上吹陆风。地科基本上只考结果，没有考原因，背好就好了。好，原因是以后老师教过了，因为比热不同的关系造成的。OK， 有人有问题吗？没，很好，请写课堂练习。